去年同期降了 0.9%，那在大型车的这个案件的导致，我们死亡数也降到了这个 55%，那所以我们交通事故的伤亡率是明显有下降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哦。那我们呢，这个也为了说让这个宣导能够再扩大，也让大家出来走一走，所以呢，规划在12月26号，在我们的这个成功营区哦，这个大草原，然后来集结大家一起来做交通安全的一个健走跟宣导的一个活动。那我们呢，会从早上8点，在我们这个八卦山的天空步道6号口我们出发，那经过1号口行经我们大佛区哦，带大家来大佛这边走一走哈、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呢再从天空步道的5号这个再返回我们的主场，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绿色营地的这个大草原这边哈、哦。正式启动，请启动。再次谢谢县府团队哦，大家对于我们交通安全非常认真的宣导，不管在工程、教育或者执法各方面。那我们呢已经连续4年得到金安奖，那今年呢也为了要扩大宣导，所以呢在26号从早上8点，欢迎大家从我们天空步道的6号口出门，那经过我们1号口走到我们的大佛区，再到5号口，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八卦山上面的这个大草坪上面哦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。那这中间为大家安排了很多，包括有东森悠游的浣熊哥哥，还有我们小青蛙的交通安全的一个短剧，那以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魔术表演啊，那现场还有很多的闯关，以及我们的这个摸彩有到70寸的电视啊，七炸波啦啦iPad 啊等等非常多的这个摸彩品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。那中午结束之后，大家还可以继续在八卦山逛逛我们的这个八卦山的挂山村哦。那这边走完之后，3点继续，我们还有城关处为大家安排一系列的活动。5点半我们八卦山就点灯了哈，那大家可以在晚上不一样的这个气氛再走走我们的八卦山，相信一定会有一天非常棒的一个这个假期。没有车子在